从先前媒体小聚所公布的概念图中不难发现 Iridi 将尾灯设计视为整体造型中最能够在消费者心中留下一道光影的重要环节。当 Iridi 轻快地悠游于都会街头，无声而优雅地在眼光之间移动，能在心中留下深刻识别的就是尾灯设计。因此不仅机车相当重视尾灯设计，目前豪华轿车及超跑市场更将科技感、未来感、流线设计与品牌家族识别融入于尾灯造型。因此 Iridi 在尾灯设计上除了采用与顶级豪华轿车同等级的极限式尾灯设计，上下两条 LED 灯条更点缀出时下年轻人喜爱的星辰式尾灯轮廓，并且将刹车灯整合在上半部中央，整体 bowtie 领结状的效果显现出智慧双轮的时尚感。至于方向灯则是设置在两侧立体的空间中，以不同的灯型与反射面来增加视觉张力，同时提高安全识别度。整体灯型的轮廓设计创造出极度高质感的品牌车款辨识性，具科技感的酷炫尾灯在车流中穿梭，让车子本身更加耀眼。在尾灯设计首度公开之后，接下来也将有更多 Iridi 新车开发幕后秘密陆续释出。所有设计都源自于对新美好移动体验的期待，敬请拭目以待。